剩下这些全都是大的，我觉得大的都不太靠谱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这些东西这都不对吧？您就给他怎么说呀？就是找一没人地方，或者说找一就是给他封存吧，拿出去倒让人笑话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不是说喊人家啊。明白明白啊，确实这个一个对都没有，这都不对了呢。哎呀，没有对的了。这基本上这些都没有什么信心了，那就。哇，这是乾隆官窑吗？这个，还转新瓶？不知道倒带啊？啊，这不倒带，这个工艺品。这工艺品啊，乾隆那转新瓶，这原来好像拍过吧？这个，这个就自己收藏玩的。啊，这当那个家里陈设没问题啊，您这些东西太吓人了，您这都不大几千万的东西，那怎么给您看这个？好好好，还有一个、哎、这个先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材质啊？这不就是那个尖鼻子上长的那个角吗？还有这个元青花，懒拿这个是三个一套的啊，这仿元青花还仿赤峰窑的，还不如仿那个景德镇的这个好嘞，老板这个一样，这也是仿赤峰窑的，就是那个赤峰那个地区经常出土这样的，但是这不老。行了，还有几个东西，这个不用看，那个椅子啊，还有把椅子，等会儿稍等。这个椅子，这种圈椅倒是清代中期的这个。这是什么材料能看出来？青花梨。那黄花梨，青花哪有青花梨？黄花梨啊，青中的吗？能倒带吗？倒不了，新的。也是新的。材质没问题，那个年份不行啊。这个价值呢？价值现在没法给您估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木器的什么样一个行情了。好像跟您说完了也是有价无市嘛，现在是。这个呢？一个什么条案，这看着像酸汁的，这是包浆给剃了，这就是酸汁的，这个酸汁的，一个烫啊，但是这整个给洗了皮壳了，这个是，这个老吗？老啊，也是清代晚期，这个、哎，哦、啊，那晚期的，嗯，好嘞，哎，您再稍等啊，我给您看一个碗，那个碗我不太确定。这个刚才有点那个折了，柠檬黄，然后您拿给它翻过来看一下，大清乾隆原制，这碗是新的，这不老的啊，这碗是新的，不老啊，它也打磨了，然后雕刻的纹饰也不行啊。好嘞，行了，哎，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一个罐儿，还有一个罐儿，哎。还有一个，这既蓝又留白的仿元代的，这也是新的呀，这也是新的啊，这也是新的，这不是这怎么叫这也是新？它本来就是新的这个。行，哎，还有啥东西吗？啊，还有一个罐儿，这个别拿了，搁进吧啊，这个啊，装进去吧，元青花这个这个不是啊，啊，不看了。不是不看了，这不对，这看这干嘛？这个行，这个呢，这个又聋了。这不是又聋，叫摇边釉啊，还镶了一层头。这也是新的，这个这也是新的啊，这批发的了，怎么着？不是，这都各个朋友都聚在一起的。聚在一起干嘛？你这开会？对，开会。那您慢慢开会啊，这个。行，好，谢谢您了，哎，老师。不客气，再见啊。好，谢谢。好嘞，哎，好，岳老师，请您看看这几个，这还都是高民国的，这是，这民国的是吧？对，民国的啊。好嘞，这个找昨天找老师看，有人说现代仿品，就不太确定，看见您多了。这咱民国是个框，啥都往里装，有点老气儿，咱就归民国吧，咱别让自己失望啊，挺漂亮的啊。好，哎，老这您觉得民国能值多少钱呢？几千块钱，其实咱正经的，严格上一讲，这应该是创汇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是咱建国以后，然后跟民国的功力接近，它只不过年代没到那个时候。哦，好嘞，
这个一样，这是民国的，民国仿官的，这是。也是哈，这几个民国的没错。对，其实严格意义上讲都不到民国，但是现在不是换民国这个路线走吗？而且价格还优惠呢。哦，这种安多少钱？这种一般都多少？也是两三千块钱啊。好的，哎，行，别的就其实就这俩东西，呵呵，就这俩东西，咖啡杯。哎呀，这属于是外销了，这是啊。啊，这可能便宜点儿。都差不多，因为什么？本身咱当初是一创汇嘛，就出口了，出口。然后现在这个咱们那边这个瓷器比那边热，然后呢，这个国人又购买力多，所以呢，就是全都回流了啊。明白。那其实是不到，其实是不到，但是呢，这个实际这但是按收藏来讲，它年份接近，工艺是一样的啊。都按民国卖了，是吧？那对，现在就这样，反正它有这个鉴赏的这个价值啊。明白，谢谢。潘哥，您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叫提鞋，元代的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有价值吗？拿起来，离近一点，这坑怎么满沁？这个，来翻个面看一下。哦，它里面有点那个石头没给你去了，这个是啊，但是满沁的一个元代提，这不是提鞋，抱歉啊，这是一带扣啊。就是腰带上面、这个、一个赤龙纹的腰带上的刻，对，元末明初的、然后你看那个赤龙脑袋上有一条横纹了吗？慢点，对，从这儿入的沁啊，然后满沁的一个这个赤龙啊，一个这个小腕吧，小腕一开啊。哦，小腕大概是多少钱？小腕一到三都叫小腕，小腕一开、您不懂啊，这个啊，这是元代的是吧？对，元代的生坑的，您这怎么得到的这个？这我家是收废品的，收废品的。我那天回家的时候看到了，我就给他拿过来了。是吧？你那边缺人吗？那个我也挺能说破烂的啊。那还有这个，这个一个小印章，印章民国的，这也没啥那个太特殊的啊。民国的是吧？这个有价值吗？也有价值啊，也得是1000多2000的价格。你上面雕了一个那叫什么酸泥还是什么？就那个，就是看这上面这个人物吧，感觉很怪异，看着。不是很怪，您拿起来，这应该是一个太平有象，不是，它是一瑞兽，这是一个，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，就是背头上的那种的啊。这也就民国的是吧？对，大概一两千。这工艺不错呢，这个啊，这也完全是这个手雕的。这个下面也看不出这写的是什么呀？印文你得拿那个珠，就是在印油给它印下来啊，应该是一人名章，我看底下写了刻了一个印字嘛。行，这个也就是小签是吧？元代的带扣。小腕一开，我什么时候跟您说小签了？小签您给我，后台您跟我再给您点儿，我绝对给您。小腕一开是吧？好，行，谢谢您。啊，魏老师，您给看看这瓶子，一个粉彩的天牛瓶，然后这个手绘的一个富贵牡丹纹，然后这边是瓜金绵绵，瓶子新的啊。哦，新胎新彩新工新料啊。哦，这不是老的。反正现在是按民国，其实就是新的。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在这个就是疫情之前，在这个上海虹桥那边老卖这种东西。哦，还有一大的，您再给看看。您稍等，魏老师，您看看，这是民国的，民国的一个是麻姑献寿还是什么呀？还是天女散花呀？这是大人物戏漏的一个粉彩，民国的双狮耳，然后看看口沿。麻姑献寿纹，口上没什么毛病，底上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没炸底，不是那个泥坠是吧？那个有一个碎了。有一个碎了，那就一算单只吧，那单只5000块钱，这是一民国时期的啊。这是民国的哈。对，民国晚期了，这是。这个是个啥？是个？玛瑙吗？这不是天河石，这是啊，文化期的这么一个管珠，这个，用灯一打，里边红的啊，是它里边满沁嘛，这个，哦，你看看这个，我去，这块石头是老的吗？这是新的啊，新的是吧？对，仿汉代的，哦，不是老的是吧？哎，不是老的啊，这个。这也是新的，这是仿西周的啊，这礼拜三新这个。哦，这也是新的。这可不就是新的吗？这个。哦，一对儿的。
这哪有论对儿的，还秀玉的这个？哦，这都新的。啊，这个坏的。这啥呀？这也是秀玉的，这是啊，里面做点土锈啊，窝窿啊，它断不断？你看断里面断茬，那气也没进进去，这外面烧了挺急的，这是。哦。啊，工艺品。工艺品是吧？嗯。哎呦，您给我看看这个，有石头是人工雕的还是自然的？有雕的痕迹。茶壶民国的啊，茶壶民国的。嗯，啊啊，不是，我喝茶用的不是。啊，我说的化学镀金的，哎，那看那石头吧。这跟人工雕，这什么这是？这一鸟，喝酒在朋友家抱着，我看相中了，我以为原石呢。原石是别长这样的，您看这见棱见角的，剃的这都是，是剃的是吧？啊，我说要自然的那这好看了是吧？这我怎么看像水泥呀？这不像是原石啊！啊啊，你看，剃的，这是这始祖鸟，恐龙特征吗？这不是？你给您送回去吧，这没啥意思，这是。这还有个眼呢，你看这我操！这有什么用？问题是您这你跟刚才说当个摆件了，那收二的收不收这个？这俩玉壶有价值吗？这有什么价？工艺品，几百块钱吧。几百块钱是吧？啊啊，就拿着玩就行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还想干嘛的呀？还有一个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朋友，我想收，我也不懂，我朋友家开石头的，在石头里，这就开了个山洞里边弄出来的，这个，这你留着吧，这个啊。啊，半家夫啊，这个带璎珞的，这还是一观音，这哪跟哪都不挨的，这是没年份，这个没年份是吧？他说他家开石头开出来的，问我要吗？我也没敢要。开石头怎么开出这东西来呢？你搁石头里面咋的？这质变了就。哦，好，那没其他的，谢谢您。这样看吧，哎，就一瓶啊。啊，这是民国贴花的，民国晚期的双螭龙耳，然后这个牡丹纹的一个150件胆瓶啊。哦。就是老的是吧？哎，是老的，民国的啊。好嘞，谢谢您。哎，不客气啊。你这个咱下一件吧，这件不行，那件这件新的啊。啊？这件新的？这件是新的吗？这不叫新，这东西按咱们这个思路上来讲，这不是那咱们的话来讲叫臆造品。老师，他这么有人说这个是高丽青石啊？这不是那个棒子那边，他高丽青石也不是这种青啊。是吗？啊，那您还是古处理的，咱们这边元代的那种宋元时期的那种古处理吗？您再看看这个瓶子，这个叫是粉彩胆瓶啊。不是啊，对，直口也叫锥瓣瓶，这也是新的，这也不老啊，岁数也不大。这也不老吗？哎，对，这也不老。你看这个底儿，它啊，这个底胎它不啊，您说，哎，您看这个底胎它不是很老吗？它感觉。您怎么看出这底胎很老了？这个，而且包括您那个电视边儿那个瓶子也吓人啊，那个啊，也防元青化，那咱一块儿都看了就完了。这个行，然后那您看看这个，这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型，您知道吧？这个也不对呀、啊。对，那仿明代早期的，还仿空白期的，这是纹饰放那边的，但这俩耳朵跟老师的怎么弄的这个？那您看看这个呢？仿康熙的啊，这是什么时候仿康熙的？就现在仿康熙的，电炉烧的。你说能到什么时候吧？这个啊，这个呢？这是仿磁州的啊，这叫剪地这个呢啊，仿磁。这个是不是老的？这个是现在仿的？不老啊，很年轻啊。啊。哎呦，那我这剩对剩下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信心了。这个呢？这是如老包换啊，这肯定新这个。这也是新的。纹饰是康熙的纹饰，然后这底瓶没见过，一蒜头瓶，然后开个水泥花有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装饰工艺。这个也是新的吗？啊、这哪跟哪都不挨着，主要它是。啊。哎呀，看看这个。这是仿乾隆的啊，底下带着这个是属于是五六七的，这没有七八九都不是啊，这个七八九啊，这就是这个新纪元了，这是21世纪的。
这个包月瓶怎么样？雍正，不是雍正就是乾隆，上面英国文，这斗彩啊，对，那也是新的。雍正的写的款儿。是啊，这就是那海逸人生的这个作品，都是啊，他们家那边生产的。您说这是谁作品？算了，我别跟您逗咳嗽了。这抖音有一图片，他们家专门整这东西 啊，这不行，这确实不行。这个他评的也不对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哎，这个也不行啊。再看看这个，这个怎么样？这画的谁呀？这是怎么那么一高一矮？这个，这个是属于是谁？苏轼啊？我猜的啊，不一定。太悬殊，这不是没头脑，不高兴吗？这俩人个怎么长的？这长成这样的人，这怀里揣一小孩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对，还有两个小童子啊。这是卖毒？这个您看，这胡来了，这是啊。这个不对呢啊！臆造品。还有个老师，这个瓶子吧，它底款写了一个什么？是静音堂制啊？这个款我不知道是什么款，但是我这个当时是按民国的时候买的。他画的是晚清的纹饰，然后这个跟民国也没关系，这就是全新的啊！我是说，您看这也是新的，对啊。主要是什么呀？您刚才说啊，您刚才说是后边是这个瓶子吗？这仨瓶子一个对都没有啊！这个啊，那行，那基本上，哎，我还有几个瓶子，您再帮看一眼啊，再搂一眼这个那肯定是不对了，是不？是青花釉里红吗？这个元代的，这没法点评这个，而且一顺儿这不是一对儿啊。这个一对儿也不对吧呢？啊，这叫什么？萧何欲下追韩信，这个画片儿，这原来是袁青花一大罐上的画片儿，然后他不知道怎么给你弄罐上来了啊。那我这就是没什么信心了，我对这些剩下这些全都是大的，我觉得大的都不太靠谱。您帮着给搂一眼看一下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这些东西这都不对吧？您就给他怎么说呀？就是找一没人地方，或者说找一就是给他封存吧，拿出去倒是让人笑话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不是说寒碜您啊。明白啊，确实这个一个对都没有。您仿嘉靖的葫芦瓶，仿这个龙那个什么，这是。应该是隆庆款，应该是。啊，辽绿的。这青花釉里红也不对。青花釉里红啊，这没一件对都没有。啊。而且它关键什么？它主要是臆造，您知道吧？它不是说对还是不对，它就是说，哪怕你是仿的，咱也能摆一摆。这连仿都不是了，这已经是。那这个四喜罐呢？这个、啊、这罐呢？你要说四喜罐，看来您对他还有一定了解。这是仿这个登封窑的这个珍珠地儿，然后这个开封童子文 啊，这个也不对啊。这个也不对，全都是新的。这个是不是民国的那时候的，还是五六七？不是，这是化学彩，而且您看这化工。化学彩，那这些那估计那都不对了。这个怎么样啊？这个就是什么恰是同胎恰是发郎啊？这个一样啊，同胎的景泰蓝，说是啊，这也是新的吗？这也是新的，那钮上不是化学镀金的吗？这里边这个底儿也不行啊，那孔也不对，这个是啊。哎呦，那基本上都也没什么了，这几个的都不对是吧？没有，没找着对，那一库房里的，你算是。啊，是对，这边是一个小库房，就像您说的，反正我自己也知道，这些东西啊，也都是拿不出手，就讲话也别寒碜人了，就直接放屋里边，就全都是在屋里边锁着呢。现在，啊、是那俩王八壳倒对，那是入药的那俩中药材。这您说是哪个瓶子？我说那瓶子下面那龟甲啊，那王八盖子那是中药，那是值俩钱那个。其他的这都是假的，没这都是新的 啊，没有老的，有老的我就跟您说了啊。这还有这都不这是什么时候的？哎，拿下来。他这个啊，这倒是个老的，这南明的那会儿的，而且是清代晚期，不是什么南明，就是那南方的那边的窑口，清代晚期的这个。清代晚期啊？这属于实用器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明白，是实用器，它没有，反正就留着玩吧，这它。哎，对，就这一个，其他的不，是抱歉，一个我就给你找不出来了。这其他的都是不老是吧？老
那您看这个瓶子是不是那个是那个是五六七的吧？他们有人说是五六七的这个，跟五六七没关系啊，五六七没关系，换成这种纹饰，它不符合咱中国人的审美，您知道吧？啊，这都不对了呢。哎呀，没有对的了啊。啊。哎呀，这基本上这些都没有什么信心了，那就没有。要有我也跟您说了，不是刚才又找出一个了吗？咱看了半天。哎，老师，您看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这下边还有个两个字儿，但是我看不出来。这反正就是装茶叶的这个。啊，这是一个竹节的这一个。嗯，带个盖儿。这是还不是咱国内的，这是日本的东西，这是。这个啊。嗯，对。年份这个是老的啊，不，年份不到，连民国都到不了。啊，行，那行，那我就这么写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再见。老师，这是个啥呀？朋友送的。你让我看全了这个，我怎么看着像肋巴叉这个？像啥？像条肋骨啊。对，但这是什么呀？是驼骨吗？还是什么骨？驼骨不这样，驼骨有点发红。您再往前近一点。这是牛的这个，我还以为猫了呢，不是。这就是确定是牛是吗？这牛骨这个，你得多，你这猫的比这密度大啊！哦，行，啊，这不是多少啃剩下的，这不行了，这牛的就算了，骆驼的也没玩头，这个是。啊，行，啊，这玩意一眼就是牛是吧？这牛的，这要是猫的就那什么了，它那个泛红啊，它有些时候是猫，跟猫那个骨头一样，然后猫的骨头是老了，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一些发微微的红。能跟猫最接近的，它就是驼骨，但这不是驼骨，驼骨的密度比这也大。哦，这有点骨质疏松那个意思了，这个啊，这跟大猫没关系了。哎，咦，不动了？家里做什么呢？您这是啊？又不动了？啊，那怎么这么虚呀？这糊了这个？您家里做什么呢？做乾隆光彩的？耶，不是，就做瓷器的。啊，不是外销的乾隆光彩吗？哎，对，嗯，我您这太考验我这眼睛了，这是啊，全是马赛克这个，来转一下。哎，这个呢，老师，这大星活呀，这个，你这俩鹿画的够肥的，这是，然后上面仙鹤，这是凤凰，这凤凰怎么跟仙鹤一样啊？这个，这嘴怎么那么长啊？这是新的啊，仿清早期的纹饰啊，画的不到位。好，嗯，再看一个，再看一个。啊，老的居多，外销居多。这是雍正的啊，雍正的一个花箍，咱看一眼底足。这是一对儿，老师。啊，您看视频里看没啥问题，嗯。都是回流的东西。啊，那您要是卖这个的吧，您家里头。对。也不是卖这个的，家里我父亲是干这个收藏的，当时我搁国外上学，然后就都带回来了。这是乾隆光彩这个啊，但这种东西呢不上价儿，关键是。啊。什么器型啊？放片胎质什么的没有问题啊，乾隆的外交、那会儿光彩的啊。嗯。这是铜钱画珐琅，老师。啊，这年份也是清宫啊，东西年份没有问题啊。啊，现在不卡了吧，老师？啊，不卡了，哎。OK。嗯。路分不高，年份可以。嗯。还是俩人合模的这个，那偏晚了就。这是一个小疫情，这是紫砂胎的还是瓷胎的呀？铜钱画珐琅。啊，铜钱画珐琅，那全是晚清的合模工艺了，这是。老师看一下底儿。就是清代晚期的合模工艺啊。这个岁数不大的，按说得到不了民国。来看一眼底足，看一眼底足，大清光绪年制，这解放后的了。这是真的吗？解放后几十年啊。嗯。来看一眼底足，飞黄腾达这么一个纹饰，有点这个就是逆光啊，这个是。嗯。哎，这样清楚多了。好嘞，好嘞。这也清中期的啊，
两个乾隆的外销，两一对小这两件小花布，这还不是一对啊。那个那只手呢，拿的偏时间早一点，这是康熙的，还不是乾隆，抱歉啊。嗯，康熙的啊，康熙的这个这蓝调彩，它不倒不是无那个那青花。这都是新不新老不老，大清嘉庆年制是吧？大清乾隆啊，嘉庆的这种的，对，就是官窑，防红釉，然后这个八旗墙宝相花的开眼底足。来，再吹了这个啊，这不老，这不老，嗯，这不老，嗯、啊，做的是有一眼啊，这新的啊，别甭看了啊，啊。这个应该有年头吧？康熙的一个外销，然后镂空的啊。对，这都不上价，这种东西，您现在好像这抖音上卖的全是这种破烂，这个卖不上价是吗？这东西就是蒙小白的，这就是这寿字纹的也是，这清代晚期的啊。然后这个是这叫洪福七天啊，这是祝寿的这个。啊，这谁瓷碗？这就甭看，这年份肯定是有清代晚期的。嗯，好。这梅花瓶呢？五岳灯梅，然后一个这个灯笼瓶，然后也叫太白尊，开眼底足。这都是新不新、老不老这些东西，这也是新的这个。来，翻个面看一下。这是康熙的、康熙外销米黄釉的五彩啊，这就是这个雍正外销啊，这是雍正的，这是乾隆早期了，就是您那是到我这推销来了吧？这个不是，就给您看一下，分享一下，也是展示一下，没有别的。这都有什么可分享的？我们俩都是吧？这个。行行，没问题，年份是老的啊，这是啊，了然了，了然了，哎，行行，哎，我说您再看一下这瓶子啊，这瓶子按说是民国，其实也就是创会的，这就是八十年代创会了，年份更小了，这个王琦的风格啊，然后这个底还弄了这么一个款儿，这都是新不新、老不老这种东西，人家都是杀伤力比较强的，这弄的都是。李老师看一眼那个画珐琅来。哇，东西非常多，老师，都是好东西，啊、就给您看一下，也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哎，我不担心啊，我不担心。你像这些那个藏友搁底下这些，哎呀，也是恶意满满啊。你看这是那个这乾隆的吧？乾隆的大喜盒，这皇上结婚用的啊。行吧，您这东西最好找人，那个一开始上手看一下，我怎么看？您哪些东西，你收藏也没收藏，全是这一个部分的这个是。您看这不纯纯官窑吗？这不都哪有官窑啊？这不官窑吗？啊，行吧，您保留个人意见吧啊，官窑可能年份差点啊。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这种小壶盖碗。您家做这个生意的哈，哎对，哦，那就可以理解了。也不算是做这个生意，也从来都没有卖过，就是一直收藏。啊，收藏这一个时期的，嗯，这不都还是生意货吗？这是，您这些钱够收藏点部分高的了已经，干嘛非收藏这一时期的这个？行，那就不打扰，不多打扰您，您看完了。哎，好，再见啊。什么呀，模模糊糊的，哇，这还少，你拿稍微离远一点儿。那就这那个，我看不清楚，您这让我怎么给您看呢？那个镜头拿走啊。哎，好嘛，哎，不老这个啊，这是个新的。我怀疑它是电脑版的吧？就是机器工，它不叫电脑版。对，机器工，对对对啊，对，玉质还说得过去吧，还清白料，
然后做进的，这是切割有点薄啊。我就怀疑这个是电脑板，这个，我让你看一下子。对，头工太密了，这没年份的，这个人打孔一看，那就是新打孔，这个剪地儿剪的那么平啊。我就这个，于刚老师。哎，好的，好了，好的。我是地摊上买了一些小玩意儿，你看看是新的还是老的？哎，这谈不上新老，这是老的，但是这盐罐子吧，这不就是？就不值钱呗，我地摊上买的。啊，这没什么价值，这个啊。那还有这些？这清代早期的啊。东西都是老的，是吧？啊，这是姜太的，这也没啥意思啊。啊，还有这一些。玲珑瓷啊，这都是几十年这个。然后旁边这杯子是老的，清代中期的。这个吧。嗯。这都不值钱，磕了一块儿，也没什么价值的啊。然后这个笔筒呢？笔筒也是灌姜胎的，这个就很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姜胎嘛，它不是瓷胎，就是什么这个二手的，这也是姜胎的，这都是小年份，这都是。就是民国。哎，对，哎，但是都是实用的这种东西啊。老的是老的，是吧？哎，对。那还有一个这个东西。这是一个粉盒，整个给泡了，这个。不，这不是粉，这好像是一水滴，这是一个。它这里是实心的，好像没孔，这孔还没打开。那是堵上了吧？这倒是老的这个啊，上面是一个燕窝的这个啊，元代的。这个值钱？这个值钱吗？这也不值钱。行行，好嘞，都是老的就行，因为我也是刚买的。啊，年份都有啊。行行，好，谢谢你，刘老师。哎，你看这盘子是什么时候的？这是大西瓜啊，这个。这有几十年啊，还有几十年啊，李陵的，这是叫李陵瓷，湖南那边烧的。哦，这有价值吗？这个这冲了，是冲了，观赏吧，这就只能说是，你要卖几十块钱也不值当的，这个是吧？嗯、这小盘儿的，这水鱼吧？来翻个面，咱看一下，江总红，这是新的啊。啊，嗯、这是新做的呗？对，纯新的，这是啊。哦，这个是也是江斗红吧？这个啊，对，这是鼻涕瓶，这也是新的，来做旧的，这个是啊，这是个做旧的。嗯，对，我看着刚，它这火石红也是仿的呗。火石红是这种，它这种火石红很简单，就是出窑时候急速冷却就形成这样的火石红了。啊，实际上就是没什么价值，是吧？我以为是个小赏瓶。价值那就几百年以后的事了，这跟现在没关系。那就没意思了。这个小东西有年份了吧？啊，来翻个面看一下，白釉应该元代的，是、哎、啊，元代的，元代磁州窑啊。啊，磁州窑的，哎，就是普通的。我看它里头这个是不是支钉造成的？它是窑毡的，过起来的这种支钉。哦，这个值几个钱儿？这个？这应该现在一二百吧，原来就几块钱。哦，还有一个这个小高度牌儿，这是姜胎的，这清代晚期的，这是清代的是吧？对，胎的不行，这是铸姜胎啊。啊，这个小罐儿也是新的吧？小罐儿没年份，这个胭脂水的啊。啊，这个玉件的，哎，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新的吧？这是窦青釉，这是啊，清代中期的。这个有点年份吧？不，别清代中期了，您这年份太大，这汝窑吗？这是？啊，这不是那个影青啊？影青那底下那支钉那大开片，然后加上这天津釉，关键它这个盘子芯怎么做成那样了？这个机器压的，这是？啊，这个小玉件嘞？啊，玉件锈玉的，然后草酸烧的，做了一个壶人，这还仿商代的。啊，这也是仿的是吧？嗯，这肯定是仿的。这怎么穿那身蛤蟆皮？这太难了。哦，这个小玉件儿有年份了，清代中期的，但是这料子不行啊，而且满沁了。这铜鼓拿的什么呀？我到现在都弄不清他这还不是个手持莲花或者荷花似的，他这都是手里拿着个东西，好像是一个捣米的一个东西。玉兔捣药呀，没说小孩捣药的这个。他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叫这蚕的劳改，这是您自己看那底下那块儿。哦，这不是劳改的蚕件吗？这是。但上头是手拿着，这儿倒是他是顶着头拿的，倒是。底下那块断了。底下断了是吧？嗯，对。哦，
您费心看这个大钱儿是新的是老的，这花钱儿。啊，八卦前面是什么？山口。前面山口的。啊，老的就是有点薄，这个川炉的方川啊，东西没问题。啊，它这是个方孔，我看着。嗯，对，天圆地方嘛。啊，这个值多少钱了？但是全品没什么毛病，3000多啊。3000多。对。哦。这还有一个天珠，这天珠也是新的吧？这是地面，这不行的，这新的新马的。这镯子有年份吗？这镯子来转一下，这还带弓的镯子。它有弓啊！拿到这太阳光底下能看一下。能看清吗？反光吗？偏黄料的，这明代的，这镯子还不错。这清代早期不是明末清初？这是什么时代？我没听清，李老师。明末清初啊。哦，更有年份这个。对对对，镯子还不错，这镯子。但是现在这个视频里看不清纹饰。啊。这是和田的吗？是和田的，和田的这个偏黄口啊。这要卖的话，能值个价呗？看什么纹饰了？要纹饰这个好一点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也得是这个小半一开啊。啊，这铜钱我这可能又镜头有点虚。五珠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就是它，我看着是不是新做的吧？这不是老做的这个，这就是也不是老的，这就是新的。啊，这几个大头，这几个大头看看。大头，这战羊拿起来看一下。战羊，嗯。这新的这个，这也不老，这也不老是吧？嗯，这新的钢模压的，这是啊，材质也不对。哦，像这个是老的。这也吹了，这也不老，这也不老。嗯，您一看那个整个那字口，就不是机杼那痕迹了，直接是钢模压出来的那种倒划痕迹了，是。这也是新的啊。啊，这都是新的。对，这都不老。啊、哦，他自己说是年轻人给他留下来的，那都是画的有水分呗。讲故事嘛，这就是。这个钱也是新做的吧？哎，是这花钱一个马、啊。这应该是仿宋的这个啊。这也是后仿的呗？这是红铜吗？啊，这是按老铜这边给您练的这个啊，这是新的。这是新的。嗯。这个镜子。是新的吧？这镜子宋代的啊。这是宋代的。对，这是宋代的镜子。这个能估个价吧？这个。这种的尺寸小，这就是一个中天的一个价格。啊，这中天是。啊。哦。麻烦您，这个手把件是个木头的，这有。这是雕的是。根木的这个，哎，不，这是银杏木的，这是，这叫根木。这是银。对。哦。雕了一个根木，清代晚期啊。晚期，嗯，更是个老雕件是吧？对，这是新的啊，这也是新的是吧？嗯，对，这是新的。他说是个没晶石的，这咱说是没晶石，材质其实也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材质，没法断，没上手也不好断。啊，行，这有几个小玉件儿，那个蓝的那个发蓝头的那个，那是料器的那个，那是九年份，金代的。啊。咱那鱼人给拿出来吧，还有里面那红线的那个、哎、啊。来，方哥，这能看清吗？啊，能看清，这还做提油，这是啊。这不行，这是仿的。这是仿的是吧？嗯，对。这小鱼儿，我看着像是个和田的小东西。啊，这带红线的这个，这年份还可以，这个啊。哦。中环孔，那年份应该在宋末元初。哦。这是料的，我以为当那个。料器对那啊，嗨，我以为是那个什么石呢？这是料器的这个，这不是绿松是吧？不是。啊，好，谢谢您，岳老师。